请问一下，就是说那个招委选举啊，在25号礼拜三的时候会举行。那目前党团这边跟民众党那边，因为上周说要跟民众党团沟通，那到底在那个交通委员会或者是其他委员会，有可能会礼让一席给民众党吗？民众党有来说吗？或者是最新的进度在哪？是怎么样？是，我想我们有关招委的选举哦，我们这一次因为星期三就要选的哦。那目前我们本党的规划还是八个委员会八席都是本党的委员来担任招委，目前并没有跟民众党有进一步的一个磋商，是不是要礼让？